同修许愿天天放生，但是春节期间初一初二都买不到鱼，因为鱼老板回家过年了，这样完不成愿力算违愿吗？想办法，不会所有的鱼老板都放假的，实在不行嘛，自己去捞捞了再放掉。跟你开玩笑，想办法，实在不行嘛，跟菩萨讲呀。好了，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